咁就靠大家一齐团结做呢样嘢啦。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大声中嘅频道。我哋今次玩翻呢只游戏啦，《Gundam Breaker Mobile》。介绍呢段影片之前啊，咁同大家讲翻有三个步骤要做。第一个步骤就系揿 like 啦、订阅啦，同埋分享俾你哋嘅朋友仔知道翻。咁如果大家做咗呢个步骤，我哋就可以一齐睇一睇个公告。好，公告方面咧，今次有个新活动啦，就系、赤与白嘅练武啊，咁系一个朱福国嘅面具佬嘅其中一部机体啦，咁同埋有啲情景对战嘅，另外就系有个新嘅弹池机体啦，之后就系有个确认异常啊，咁好抱歉啊，又有异常啦，今次嘅异常就已经修复咗，咁但系有冇赔偿呢？都系未知之数嘅。咁之后今次都更新都冇乜特别嘢啦，非常之乏味啊！今次，咁我哋睇睇任务啦。咁今次嘅任务就系啦，情景对战同埋普通嘅活动。咁活动咧，今次就分咗 A、B 卡去打。咁大家就留意翻。再睇多样嘢就系成就，今次活动成就咧都系以呢个次数嚟做结算，咁最多嘅次数就去到50，咁所以大家打到50次咧就好收手啦。好，我哋睇埋双食，今次交换所就会分咗两 part 啦 ，A 卡同埋 B 卡，咁 A 卡咧就换翻呢部机体嘅配件啦、齿轮同埋一啲金币嘅券，而 B 卡咧。就系换翻呢个觉醒回路，咁所以大家主力打 B 卡都得啦。由于今次更新咧出嘅十分之少啊，所以我哋直接睇呢部活动机体啦。咁呢部机体叫马克刀，哇，好呢部马克刀咧，首先睇睇能力值，能力值嚟讲咧，佢竟然上到1144咧，系咁多个活动机体嚟讲咧。是一个最高级别的耐久度嚟嘅，咁而最大值啦，哇上到成2000耐久力，射攻击力1600，双防1000，算是不错的弹头之一啊。而零件特性啦，职业属于 mini shooter 嘅时候，射击扩散率减少 15%， 就唔知道有咩用啊。呢一件件词汇就是可变加高机动，非常之配合佢呢个弹机使用。所以如果大家真系玩坦咧，我觉得系谂得过，但系喺呢只游戏里面坦嘅定位上咧，真系谂唔到佢有咩实用位置。咁所以我哋 skip 啦 ，skip 就 skip 到佢个身，个身亦都系，今次呢部机完全系超级高耐久力啊，1702啊，几乎可以挨近到我哋嘅弹池机体啊。但系睇埋零件特性啦，自己属于 S 机嘅时候有 14% 机率能抵挡致命嘅攻击，词汇亦都系可变加高机动。咁零件特性大家都应该唔系好实用啦。但系呢部机真系胜在一样嘢，就系耐久力偏高啊，高到系挨近于我哋平时弹池嘅机体啊。再睇埋佢最大能力值啦，加埋卡片系有成3063啊。哇！如果我上埋个头，咁基本上佢耐久力呢部活动机体计啦，应该上到10000耐久力都得嘅。好，另外只手仔，哇！手仔就都系偏向于耐久力为主啊，双防都有1600，耐久力格斗攻击力又系1600，亦都系一部坦机嚟嘅。好，咁今次呢隻手呢，有招叫做等离子爪啊，哇有成 B 加贯通，威力 B 加，但係属于雷射射击嘅类别嚟嘅。咁初次6秒钟，冷却时间21秒，使爪子前端产生高温的热等离子，并从各个指尖发射雷射。如果喺活动机体嘅层面上呢，佢係有一个比较特别之处啦，就係喺个贯通啦同埋威力嘅。咁通常威力咧有 B 加咧已经系非常之高噶啦，但如果你有埋贯通去到 B 加咧，咁我觉得呢一只手招技咧系几实用嘅，
咁所以我覺得呢隻手係可以值得大家考慮一下，戴手嘅能力值得純粹俾坦機使用。如果大家覺得呢隻等離子爪啊幾國際啊，換下佢啦，無妨嘅。好啦，呢部機最神奇嘅地方係咩啊？就係呢隻鉸剪腳啊！鉸剪腳嚟講啦，都係啊耐久力雙防891最高級別。目前嚟講，冇一部活動機體係高過呢個891噶。咁另外你話其他數值就冇噶啦，又係一啲坦機用嘅配件嚟嘅。咁最主要睇一睇 EX 技能啦。咁呢招技能咧都係一啲物理射擊嘅技能啦。貫通 D 威力 B 啊，冷卻時間廿一秒，初次六秒鐘。咁六秒鐘同埋 B 嘅威力咧就唔實用啦。咁你覺得只腳叫外觀吸引啊，就換啦。但係詞彙啊，有少少特別啊，佢係可變再加以指揮官啊。指揮官咧講緊係加呢個射擊攻擊力嘅。咁所以某層面嚟講咧，我覺得呢只腳咧，如果大家想玩咧，可以配一配射擊都得。但系你话佢嘅射击功力得292咧，就玩下算啦。呢只脚都唔建议换，系啦。好，到只背啦，最后一件件背部。咁背部嚟讲咧，同只脚一样数值噶啦。咁零件特性可变嘅时候，射击功力给予伤害提升20，词汇可变加指挥官。咁如果你话呢一只背咧？反而有少少優點就是那個詞彙啦，有指揮官同埋可變，指揮官亦都可以幫一啲機體提升到 5% 嘅射擊攻擊力，但可變純粹係可能打一打個詞彙咁嘅意思啦。所以其實如果大家缺啲指揮官嘅詞彙啦，咁呢只背亦都可以考慮嘅，因為零件特性就未必可以發動得到啦，因為你砌可變咧都比較難砌嘅。咁其實整體嚟講咧，係隻手有啲特別啦，嗰招 EX 技能，咁耐久力啊、雙防都係偏高啦。而身咧就係最值錢嘅，因為耐久力真係高到一個點係連高，彈刺機體咧都可以拍得住佢嘅。所以個人啊，第一件優先換啊，就係隻身部，其餘啊有多就可以換下隻手仔啦、頭腳背攞嚟搭一搭個耐久力都可以嘅，但係都唔建議用。因为弹刺机体仲实用过呢部活动机体多多声。好，咁今条片介绍到呢度结束啦。呢部机体十分之冇诚意啊，有啲求其，但系求其得嚟，不得不都做个简单嘅短评翻呢部机体嘅实用性啦。好，咁如果大家中意咧，揿个订阅掣啦，同埋分享俾你哋朋友仔知道翻。最重要就是我哋喺个 Facebook 度都留咗一啲少少意见俾呢个官方啦。大家如果觉得呢样嘢都几啱嘅，大家 copy 落去，洗一洗佢版，以表示我哋对个游戏嘅不满性。虽然我哋反映完未必会有改善，但系俾个官方知道翻，我哋其实有好多怨气喺度啦。咁就靠大家一齐团结做呢样嘢啦。咁我哋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